The workers, this 80 years later. Yeah. The worker here, he work in the park? No, this is just an old house. I think they still use it, but it's just an old house now. 1934年到1935年，在这儿建了五个这种房子，他们是来这儿 camping， 但这是个正式的房子啊，这不是那种简单的 camping。Who built this one? The park built this or the family? The park, the government in the 1930s. Yeah. They put men back to work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y needed a place to live. They built five of these houses.And the men who worked here cutting the trees, they lived in these houses. Oh, I know. Then from 1930 years, the government built this park, yep. And the workers then built the camping house, yep. And they lived here. This is them building it. This is actually the house they're building. 这是他们当年建那个房子，看都是从就地取材在这儿。The children of the workers. I think they cut the woods.They cut the trees. Cut the trees. Yep. And then, 就是在就地取材，在这儿砍了这些树之后，你看，这是那个建造者，他们就建了这个房子。说，所以说，你如果买一片森林的话，像这种公园，森林公园的话，其实我推荐的那个森林公园里边的那种林场啊，就是。一个大的森林公园里边，其有一半多都是私人的，他们有时候也老了不想住了，他就会交易盖房子，你都不用就不用去买什么木材了，就把这个树林子里的树捡那个好点的砍下来，砍下来，但是需要一个风干的过程啊，嗯，搭个棚子，然后放那棚子里边风干一下，锯木场嘛，就我上。今天那个上传，昨天上传的那个视频，就是说的一个锯木厂，他就是买了一片林场，开垦出来的农田种圣诞树，还有那个林场，它很大嘛，将近500个英亩。然后呢，他就把你自己林场里的树砍下来之后，叫木材加工厂，他们这边也叫锯木厂。把它风干加工之后再卖木头，或者说你自己要弄房子的，盖房子的话就用这种木头是最好的。你看这就是那种原始风干的原木啊，这不比买的现在买的那种板材要好啊。这房子建了1934年建的，到现在80-90年了，已经就是你看这质量还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坏不了这种实木。风干之后表面上再刷上一层这个防锈漆，你看他们连这个窗户这个都是用这木头建的，里边带窗帘呢，看不见，建了五个。这买停林场就这点好处啊，如果你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话，你连工费也不用去请人，像我的话我还要想着去请阿姆士那个人，阿姆士民族他们擅长于木工嘛，砍树，他们就有很多这个锯木厂，或者有的在锯木厂里边去当工人的。如果自己动手能力强，像我的有几个网友，他们就是搞装修的嘛，搞工程的，他们就是如果买一个林场的话，根本就不需要再去请人了，就自己。我就喜欢这种老房子的这种古朴的风格，比那新式房子建的都是木材板材的那种要好。对啊，搞装修的、搞工程的，他们就可以自己锯木、自己装修。装修一个房特别有特色。有一个视频，那个美国老头老太太退休之后。他就是自己买了个林场，自己锯木头，盖了一个这个房子，一直在那儿，冬天也在那儿住着玩雪橇。啊，他那个 YouTube 特别的受欢迎，都有200多万的订阅量了。因为他那种生活方式，或许是很多人
向往的啊，一种在原野里生活的，他可以，他吃东西也不用花钱，他每天去打猎，拿着猎枪去打猎，有个户外的厨房，在那个户外厨房里就点这个木头，用那些这个木头来，也不用用电，也不用电，也不用什么气，也不用油，他用木头烤他的猎物。他每天看他带着猎枪，带着他的狗就出去了，出去之后打只火鸡回来，就开始在户外厨房里边做饭啊。这种生活方式是每个人都向往的一种真正世外桃源的生活。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现在还喜欢在城市里边，城市里面钢筋混凝土啊，什么做生意啊，给人本身就是有一种压抑感啊，一种紧张感。但是在田园那种荒野的生活，尤其是自由职业者或者是退休了之后，我觉得去这种林场森林里边，森林公园里边去生活，你看他每天打那个火鸡啊，打兔子啊，哈，还打地儿啊。哎，不过我倒不赞成打人这些猎物啊，我觉得这些小动物也挺可怜的，还是别打他们了。但是他每天都吃这些野味儿，过的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生活。嘿，赵薇，咱们家篱笆上也可以种上这种花哈，咱们种的那 grapes 不如这个好看。五指湖旅游区的这个峡谷被称为是东部大峡谷，整个这个峡谷下面是一条河。Letchworth State Park， 叫 Letchworth State Park。一会儿我们也下去，到那边租一个他这种汽船。我们这个开亚克可能还不行，因为这个水啊不是特别深，得用这种气冲起来的船到这个峡谷的河里边去漂流。瞧，这个漂流队已经过来了。然后这个河在那边还有一个大瀑布，一会儿去看一看。这个峡谷和河流很长。How long about this river? Oh, the whole river? Yeah. 100多英里。You see the map right there? Just the park is 9 miles. But the river is bigger than that. Oh, 这是这图。瞧这个河流。这个河流整个。这是这个河流。整个穿过这个峡谷 ，from post from where started? From up here, way up here, it comes down from the Finger Lakes, down south. Just, 穿过五指湖，一直到西南边的。What's the river name? Genesee. Genesee River.人们都知道西部的大峡谷，这个是东部的大峡谷。看这景色非常壮观的。这边五指湖旅游区有好几个这种公园里都是这种大峡谷的。这边树挡住了。其实也，这个峡谷这边看着有落差，流下去这边的峡谷被树挡住的这部分，其实更陡峭。
人们可以在这儿看峡谷，到前边去滑翔这个汽船，中午可以来这儿自己做烧烤 barbecue， 这都有一些炉子。我很喜欢这个五指湖这边的这个旅游区啊，全部都是用这种原始的石材做的这种围栏，很有历史感啊。很漂亮的围栏，包括他们的桌子，他们的桌子也都是用石头砌出来的，不像别的地方就都是用木头啊，用木头用的做的桌子，这个全部都是。中午我们就在这儿 barbecue 了。你看这小石桌，用一块大石头当桌面儿。这也是就地取材，在这儿砍了树之后搭的这种棚子，在里边下雨的时候，下雨的时候可以到里边去吃饭。啊，到这边去看，可以看到那边的峡谷。这个角度看那边的峡谷。这段峡谷还是挺壮观的，不愧是称为东部大峡谷。我们现在到大峡谷中比较高的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了，刚才的地方都是在峡谷的下面，这边看着更漂亮。我非常喜欢这石头墙啊，还有峡谷两边的那些石头，这些都是就地取材。纽约州的就是矿产，我在矿产农场的视频里介绍过，这边不同的地域，它这些个山呢，如果你买一个山的话，都能够开采出不同的石材来。如果到北边美加边境五大湖区那边，
像千岛湖那边它就是黄色的大理石，那个更漂亮，但这个黑色的石头也挺漂亮的。如果你再往东边走到了纽约州跟 Vermont 州交界的地方呢，它是白色的，就是白色的那叫什么汉白玉啊，就是故宫门口那种白色的那种石材更漂亮。这边的石材就是有点发黑啊，青石，青石这是。所以有的人说这边的水，他说带他们去看的那林场的河，他说那水的颜色不够蓝，是因为它下面基本上都是这种比较青色的石头啊，或者发黑一点的，所以说把水就衬的颜色有点发暗了。有的地方是黄色的石头，流过去的水呢就自然会发黄一些，但它并不是说这个水被污染了，水质并不脏啊，它是因为就是地下的这个矿物质而影响的水的颜色。但是那个其实越是深色的水呢，长的鱼越好，就像有一个 Black Lake 黑湖，黑湖整个它就是黑色的湖嘛，它下边有很多鱼类非常喜欢的那些有机物质，所以那个地方是世界著名的一个捕鱼中心，也是垂钓中心吧，喜欢钓鱼的人，像美国的钓鱼俱乐部，他们都是夏天到那儿去。那个地方的水呢，它是一个天然的鱼类的孵化中心，著名的鱼就是大鲈鱼，那个鱼真好吃，大鲈鱼还有什么叫什么斑，白石斑呢什么的，就是以大鲈鱼为著名吧。其他的地方你别看它有的水非常清澈，但不一定有黑湖的捕出来的黑湖捕育出来的鱼那么好吃。你看这青石墙像个小长城，它整个从山脚下修到山顶上全部都是这种小石墙，这也相当于青石墙啊，小小的这种万里长城啊，这样也要费不少人工呢。这个地方的都是在原始森林里边开发出来的，这个大峡谷这边的森林里边是以鸟类为著称的，有很多漂亮的鸟，什么黄色的呀，蓝色的呀。你看这树长得多好啊，这都是天然形成的树木，而且这个些松木还有富尔他们这个冬天也是青色的，也是这个绿色的呀。再往前面走就去看瀑布了，但是这段峡谷地势很高，你去看一下它列出来的那些鸟，瞧他这鸟，还有这禽类啊，都很漂亮。大火鸡 ，Wild Turkeys。我喜欢这个鸟。多漂亮啊！这边叫 Board Area，
You see a lot of birds there. A lot of birds there. I only see the shadows, waterfall. It's pretty loud, but it's a very cool one. There's three waterfalls at this state park. This is the smallest one. There's a lower point where you can get to, but we didn't take that today. But yeah, this is very cool. It's natural, and it looks cool. This is only about like half a mile up, maybe shorter, but yeah.这是东部大峡谷，五指湖地区的一个大峡谷公园里面的一个瀑布。但这个公园并不是以瀑布著名啊。昨天我们看那个公园是以瀑布著名，有19个瀑布，各种形状的，非常漂亮。这个公园主要是以这个大峡谷比较有名，当然跟西部那个比还是逊色了点啊。但是在东部来说，它是很有名的。